先欢乐，你的情有哪无，是真是假淡薄好，饮醉心如这首歌适合你唱绝对无问题，但是我要给你建议，你可以学学品艳。品艳伊唱什么歌都有什么开口。今日你选的擂酒，伊既然是音乐，你一定要有音乐的开口。音乐的开口不是干那单音尔，伊有真侪足细腻的小细节的东西。譬如讲尾音，伊尾音一定有一个翘起来的所在，它会多加个半音的部分，让你唱上去那个细节。但是你呢，没有做到这个细节，都会在你的尾音弱掉。你的尾音的收尾，你都没持久，都忽然间，人是水母琴唱腔，但是你不是呢，人是渐强还是渐弱？你是渐弱，你的尾音既然是渐弱，我不叫你渐强，最起码你要持稳，你要平稳。但是你都是渐弱，哒啦啦啦啦啦啦，会翘上去，但是你没有没关系哦，没有比较没有硬啊味道而已。但是啦啦都不一样，你是渐弱了，太可惜了、啊，这样子你会很危险哦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那雅文讲了你的这个歌的问题，真就是我的意见是跟他一样的哦。啊，我的讲法是哦，你唱歌不能都在我们意料之中，因为你唱歌的方式说，你这个时候你有能力出这一招啊，你就用这一招，我们真的看到有点腻了。你要想一想说，你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给我们出奇，就是超乎我们的意料的，这是你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最重要的重点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